上一期讲到，依家港人北上都可以使用微信搭车咯。唔知点样开通嘅老友可以翻煲上一期。只要搭乘地铁就可以零元畅游呢啲深圳著名景点，仲系地铁出口直达，咁方便，仲唔快啲 mark 低佢？第一站前海演艺公园，地铁到前湾站 D 出口，摩天轮、花海大桥、草地野餐、音乐喷泉，仲有靓到爆嘅日落，简直系集齐晒所有你可以谂到关于浪漫嘅元素。第二站欧洲小镇，地铁一号线、地铁二号线、世界之窗站 H 出口，喺呢度可以欣赏到欧式建筑嘅浪漫。奶油色的哥特式教堂，影相超级出片，仿佛身处欧洲风情小镇。第三站，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，地铁二号线海上世界站 A 出口，面朝大海的咖啡，观海赏景，够晒超了啩！艺术馆内更设有不少的热门展览，可以提前预约免费看展览。第四站，人民公园，地铁三号线晒步站 D 一出口，河边种满晒郁金香和月桂花海，如同亲临莫奈花园，影相靓到爆灯。第五站，大梅沙，地铁八号线大梅沙站 A 出口，一出地铁站就是超靓的海滨栈道，认真出片，水清沙幼，假期约翻三五好友一起来看看海景，吹下海风，影下靓相，主打一个浪漫悠闲，自由自在。